21首歌也值得了哈，你在台面上很久，那你学到很多，跟共鸣的，真的，你可能好像你也有很多意见，真的，但是太多意见，有时候会迷惑，对啊，乱掉迷惑嘛，就没有找不到自己，像我有一阵子也是这样。对啊，就是听很多太多人的意见，然后就会分心。就是、这俩被听啊，这俩被 kill， 这俩被打，打开变四不像。那、啊、你最大的缺点就是一共鸣啊，弄上不出来，弄来放出来，放我亏，放我亏，放我亏。对啊，小心魔威行，风你慢慢吹。回去我再练习一下，再练习一下。有在运动，肺活量练一下，加油！谢谢，不要这样子。那我们虽然黄国锋今天落败，但是他一定会更加努力。嗯，勉励一下吧，加油！